太有魅力，没有，因为他太有魅力，每个女生都很喜欢他。然后呢，他有一次他就要做一个直播的一个记者会，我一个女生朋友就兴冲冲的，很久没有跟我联络，突然间就敲我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哎，那个法比歐的直播记者会你会去吗？”然后那我就想说，人家也没邀我们，那我当然不可能自己说我要去，那我就说：“哦，我应该没有办法去哦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可以帮我敲一下吗？因为我很想看他本人。”然后那我就说这个东西我真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跟法比歐开口说，哎，我有个女生朋友什么的，而且又这么临时。然后我就说，哦，不好意思，这可能没有办法。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愿意，他就觉得我不愿意帮他完成他这个梦想。然后那天开始，然后他就有点不爽我，他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给他，对。然后我心中就想说法比歐，所以法比歐有罪了，好可怜哦。没关系，下次你可以。没有没有，这听起来是王思佳的罪，因为王思佳没有问过法比歐。对对对对，你给我出来，快一点。吓死我！吓死！不好意思，可是下次你可以来啊，可以来吗？对，然后孟多，嘿嘿，孟多怎么了？你要好好加油！好难看哦，补枪补枪。